还有什么？爸爸妈妈弟弟全部三个都要想。那有点难，那我就没办法把你生下来。不可能的事情。妈妈有小弟弟就不能怀你了，吼。嗯。因为女生啊，肚子里有子宫这样子。子宫就是可以生怀小孩的地方，男生没有。你觉得我也？哎。